这一种嘛，因为他们。他们这个很小心，大红梅，这样讲就好了。是这样。不知道大红。哇！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么多？呀哈！对啊。然后最重点是，他们还要机器人要飞起来，结果你知道你想不到，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。然后只是他没有在时间里面，他没有接着他已经穿越了，没想到他只是接着地球，他就会发生到了。然后医院嘛，就是他就是他在做这个手术，然后把他就是想说，他就是说他只是告诉你，因为他怎么可能就是用这个用接触头发做什么的啊？因为如果是说到我是这样哦，是这样吗？好，你办吧。好，就是国民党，加入自己开党，加入国民党。好，然后好，这是最后再讲一件事情，然后另外再讲一件事情再讲。你要看一下山，看什么？天空。对啊，是的，对啊，是的。然后我想问，就是说，很扯，他说就是很扯。我俩的错。对的，我记得是小时候，我们班级的。哎，小时候。哪个？小时候吗？最后进出来的。哎，长大了。记得有房子，然后在他们这边有跟手机，然后他们自己然后他说他请了一个家人，他就不是，然后还给他们，因为这个就是房子，我这边这个呀，怎么样？那我先快点那边，然后先快点那边，然后最后，那我先快点那边。他们说，因为他们国民党，快点问那个，那个打到哪里？没有，对，打到哪里？房间食堂。所以没有这回事就对了啊。反正就是，我妈就觉得吃的太高了。然后你，嗯，吃的太高了，对不对？那总之呢，就是，反正自己不想到时候换一下，反正他就是想换一下，我们要看一下吗？因为这个受害者家属都很多，就是他想换一下才比较好。在挖井，然后看完之后才发现说，他去还抽，哎，我看一下，这是，然后结果就，现在什么？小品都在，我下。